记住啊，歼七二是哪一年？哪一年首飞？1978年。哦，1978年，是不是啊？爸爸是9月份出生的，是不是啊？也就是说，爸爸出生了3个月以后，他就第一次在什么，在天上就飞了，是不是啊？他飞到天上去干嘛呀？不是表演，是保卫我们的国家，对不对？如果有坏人来，他就可以打坏人，对不对？歼七是我国上世纪60年代在米格21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一款战斗机。歼七因为改进型号众多，也被军迷们称为战机中的变形金刚。